心未了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此生不悔，捧出站你的地方，刻下纠缠印痕，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着句点，思念在一瞬间倾倒地平线。谎言在歌唱，大地在眠望，我一船头海，尘埃中花开，有呼望的天，誓言追光阴，灵魂在寻找时间缝隙和你的方说，朱莉，我去召集大家。有些事，我必须要告诉诸位。福音，乃每个人的贪嗔痴与求不得，这世间所有的恶念，都将助他成长。甚至能让他在虚无中重生。重生？重生？你这重生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重生？那我们怎么办？重生是怎么打败的？我与天耀无法真正的战胜他，这世间恐怕只有龙骨这一处能让大家生存了。那该怎么办？这样？抱歉，从前无论遇到多少困难，我都拼了命的想活下去，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感受到阳光雨露，我可以尝到酸甜苦辣，还可以感受人的温度。可若是这一切都将被福音夺取，那我宁愿拼死与他一搏。今日之后，我将前去迷雾森林，全力帮助天耀对抗福音。我知道，哪怕没有希望，我也不愿在这般世界里活着。燕辉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那有仇，你是知道的，而且我也不愿意在这里苟且偷生。好，福音回我家园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拼死一搏。对，
我幻族也不可能偷生于此，我也愿意战。我陈兴山自当以匡扶世间正义为己任。我们也是，我也不愿我们的孩子生而被困，只是方寸天空。我们也要去，我们跟他拼了！对，对，我们大家一起去！我们也要去！我们要去！殊死一搏，穷尽人事，不惧天命。好，好，好，殊死一搏，穷尽人事，不惧天命。我将龙火取下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，天瑶，你是感应到了这一切吗？诸位，此意图成，则海阔天空；败，则如踏归途。剑上争锋破妖邪，好气抵挡青云剑。剑上争锋破妖邪，好气抵挡青云剑。散步东西，其次偷生邪，虽不能同葬，非己愿，但有同心心。请求王后之怒。虽不能同葬，但永同亲心。绝不后退。日月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纵临深渊，不改赤诚。最后一块灵气之地也已被我吞噬，天地玲珑再无归处，没了护心灵也早已是必败之局。Thank you.
我们为您疗伤。倦人世的变化，从此以后世间皆无苦无乐无喜无悲，唯有永恒的宁静和浮躁。认命吧，胜者为善，败者为恶，从此世间善恶皆由我定。江辉，这里似乎是黑河底，我为何会来到这里？我身体里的黑气似乎能驱散符印的黑气，我的黑气为何能做到？是因为我用护心灵炼成的幽冥符吗？不对，符印说胜者为善，败者为恶，可不对，何为善，何为恶？符印吸食的是众人心中的恶，可善恶如何分？若众人心中有恶，又为何不能有善？善恶正邪是对错，光影阴阳相生相克，黑气为邪，浓焰为正。我练成幽冥符是在黑河之下炼化护心灵，可护心灵乃玲珑之力，天然克制黑气，我为何还能炼化？我此前在陈星山也曾用过龙的功法，空无所空，
封锁悟空，幽冥赋予精灵心法究竟是什么关系？空无所悟，空锁悟空，互为道者。我可以用护心铃练就幽冥赋，便也能以黑气之力重练护心铃。善恶不由你定，功理自在人心。为恶为善，不过一念之间的选择罢了。选择？这人世间从未给过我选择。雪岭救你时，便给了你选择。只不过，你从未选择过向善罢了。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？我已不再是黑气之主了。Yanhui. 天阳。
户心里参透幽冥符，我自然也能用幽冥符化成户心里。我早该参悟的。我方才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你已经飞升成仙了，天瑶，成了通天彻地的大龙，威风凛凛，霸气飞张，遨游天地之间，逍遥自在。再也不受凡间的羁绊。那你呢？这方向我看不清，发染尽离思，陷阱亮起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明天要，我乃千年爷。刚说一句话就开始撒谎，你跟着我干嘛？小心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此别过比较好。再见。画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。杨辉，到底是缘分啊，你的护心灵救了我的命，而我如今又在这儿放了你的魂。你放心，你的身体我帮你找齐。你要同我一起，可路途危险，那更要携手共度。我呢，就是一只燕雀，没有什么鸿鹄之志，我还等着你找回全部身体，给我报恩，让我飞黄腾达呢。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不要看我赌命差，但是我看人的眼光可很准的。你呢，就是其中之一，荣幸吧。挥着你的剑影。我曾亲眼见你从他人未曾走出的深渊走出，也正是这深渊将你历练成了他人未曾拥有的坚韧。恨意并没有改变真正的你，你这儿依旧拥有赤诚之心。自从你遇到我，多的是风餐露宿，朝不保夕之日，我总想着有朝一日尘埃落定，我便寻一异处，与你一起静待花开，过着你所说的自由自在、飞黄腾达的日子。飞黄水尽人间，杨辉，春风还依旧。
断了来路。天辉，惜今日家里出城，良缘永尽，补他年，比翼连枝，白首永息。且待青山烂，江水枯，白首不相离。天辉，我是玄门正道，你是耀族公子，我们家总是担心你对我有所图谋，他们还是不肯我们在一起。来看看什么年代、我跟你们讲啊，现在呢玄妖结合那才是趋势，你们的思想太传统。我明白先生想撮合我们，可是什么可是，你看看这个护心，没错，清秋岩先生的新本，这里面讲的就是你们玄门弟子和玲珑的爱情故事，他们经历过了磨难，最终修成了正果，而且他们俩的美呀是我做的。哦拿去去吧去吧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呀是真心实意的祝福你俩在一起，去吧。
哎，哟，果然是你啊！这么多年了，你依旧没变。不像你啊，才15年，头发都白了。我说你这年年来，你是想要把你的玲珑功法传递给所有的人吗？也不及你这人间月老，为这世间姻缘操碎了心。那必须要的吗？找到他了吗？走了。不上弦。使民不争，使民不争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，使民不为盗。楼主来了，老师，楼主来了，楼主来了。楼主这次回来是又教我们什么玲珑之术吗？之前的我们都有好好练。猜得不错。龙主，竹里雨、幻小烟进来可好？哦，他们还都挺好的。你别来了，哎呦，我要跟你和脸。哎，小心孩子，楼梯楼梯。哎呀，小心！严先生，我要与这混账东西写和离书。哎呦，不就让你少吃点肉吗？对胎儿不好。哎，哎，龙主，龙主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把我带走吧，我跟你去人间寻找燕回去。这青丘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哎，龙主，现在他脾气暴躁得很。如此恩爱，真好。才不是呢，那时候龙骨诀别，他墓志铭写的多好。现在连块肉都不舍得让我吃了。你吃的太多了，不是油腻对胎儿不好吗？那你可以劝我少吃些啊。走了，我要去永州城看看凤千硕和贤哥。嗯，龙主，龙主。哎呀，你看你都把龙主给闹走了，都跟你说了少在龙主面前提以前的事儿。都怪你，气我。自从这黑河之水不再万物不服，我们玄奥之间往来可方便多了。是啊，你何曾见黑河码头如此繁忙啊？我是在寻他，也不是在寻他，我只是在这世间偶遇了他。哎呀，小心些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贤哥，千硕，好久不见。真幸福。新的功法已送到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愿意帮助每一个想要修行的人，教习他们龙的功法，
这是他的心愿。我走了。天耀，你还打算找到什么时候？我曾迷蒙于仇恨之中，却在遇见你后愿倾其所有。他日若你有了意中人，我亦愿将身上鳞甲一一拔下，只为铠甲赠你所爱。此生唯恐欲将一切与你，而你却对我一无所求。没事，我前面在逛。您的包子拿好啊！哎，慢走。刚挂这儿，小玩意儿，来看看啊。老板啊，来两个包子。公子，这真不巧，包子都卖完了。刚才有个小姑娘一口气买了10个包子。那就是她。你要吃包子吗？咱们星空新年的梦，让月光也有轮廓，写满了篇章，你是浪漫是体贴，守候着方向我看不清，发染尽离丝，陷阱亮起，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落烟灰消声，画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丰富过一生叹
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四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总容易，细数相识隐于无际。飞花坠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，带着你的回忆，盛满了拦路。回首几度过往，寻找你曾经模样，执手想看今年人间繁华依旧。此间有事情难尽。